牛人也只因我，我的疼痛不再啰嗦，现实界能如昨。一起来，请你不要到处 go go， 唱和戏都 go go， 不小心就没 go go， 哦哦，用力到处 go go， 我的所有 go go， 全满足到绝望。有时灵光一闪而过，有的也是苹果。哦哦哦哦，不再啰嗦，现实界能如昨。我要听到这一起唱哦，不要拿出口口，啥都需要口口，不小心就没口口。哦哦，用力到处口口，我让所有口口。让我们大家看看新加坡的热情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哦，我是谁？我是我自己。非常漂亮的 dancers， 哇、wow. ！Hello， 新加坡的朋友，我回来了。谢谢大家的热情，今天很开心能够来到 e 乐大赏，跟大家一起欣赏音乐，欣赏你们的热情。然后今天来到这里的朋友，有很多的这个圈内的好朋友，也有很多你们自己欣赏的艺人歌手们。所以呢，尤其是来自各个地方港台地区的朋友们呢，我们一定要让他们感觉到新加坡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家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你们热情还不够，等一下出来还有几位歌手，对不对？还有谁？罗志祥，朋友来自各个地方，都希望可以看到新加坡的朋友的热情，所以我们待会也不要待会，现在好了，再次让大家听到新加坡人其实呢是多么的热情，好不好？我一二三，大家一起尖叫一声，尖叫五秒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了，你不用了，你声音已经沙哑了，安德，好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停下。真的太棒了，你们真的太棒了，回到家的感觉真的很棒，而且有朋友有客人来到新加坡的时候，一定要好好的招待一下，
好不好？你们已经给他们看，感觉到你们的热情，我今晚也要好好的陪小组吃个饭。所以呢，说到这个，其实也蛮开心的，因为回来到新加坡，其实也是为了这个准备我的演唱会。那我在三月底呢，3月28号会在新加坡 Indoor Stadium 举办我的2009年世界巡回演唱会。那听工作人员说，票已经卖得还不错，快光了是吧？卖光了，还没完全光啊。所以想要来，已经买票的朋友在哪里？那边最多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的朋友还没有买票没关系，我希望你可以来我演唱会，好不好？那如果没有钱的告诉我，我要尽量帮忙。但是希望，主要是希望还是可以在演唱会当中看到所有的朋友，来跟大家一起玩音乐，来大家一起嗨音乐，好不好？今天呢，接下来这首歌曲，也是新专辑当中的一首蛮甜蜜的歌曲。加油啊！这首歌曲是跟我一个好朋友合唱的。加油啊！他今天没到现场啊，可是蛮可惜，可是没关系。今天现场，我希望你们可以当我的阿傻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会不会唱小酒窝？